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572页最后一行课题：成就众生分两课根一无住身心也分为两段心一一切无住。请看经文，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成就自己的德行，前面善护三业，是就事上说的，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身口意的三业要守住，这个是庄严清净三业的德行。那么成就众生这一大段是菩萨教化成就众生的德行有人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他来干什么？我们这些众生到这个世界来是业力来的，前世造的业因，这样酬偿业报不来不行那么佛早就超越了无始界以来的业障习气，他都断尽了，再也不造业了为什么要来？佛菩萨之来是应感而来的，众生有感，众生苦求佛菩萨，众生起这个念头，佛菩萨
就感应到了。所以他来现身。现化身、应身、报身，完全看机感他的德行了。化身菩萨求佛加持，佛现报身，真正有修养、有德行的人，求佛菩萨加持，佛现应身。那像我们这些众生，没有德行，没有智慧，遇到苦难的时候，没有遇到苦难，把佛菩萨都忘掉了，心上没有。遇到苦难的时候，就临时抱佛脚，求佛菩萨，佛菩萨非常慈悲，来了，多半是化身。经上说的这些，佛菩萨为我们示范的，我们应当认真努力学习。所有是都说到了，下面呢举几个例子，举了四个例子。这四个例子包括所有一切过程，过程是都会都是居乐，是村庄乡镇眷属是人事，珍宝是物质万物，都取一个代表，通通都不着啊！这个不着，最重要是心不着。注解里头，着呢，就是执着，有所执着，则难离舍。佛菩萨呢没有执着，所以用这些东西布施没有一样不可以布施的布施是四摄法里头的第一法，是度众生的手段，这个四摄法是佛菩萨度众生的手段，这四种里头头一个就是要布施，那不布施怎么行自己对于这些世间法如果有贪念，你就舍不得布施你度化众生的缘不深呢所以一定要学布施，什么都能施。自己才自在通通可以放下所以这一段一切无著，我们的课题，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如果究其真相，诸法实相，那像经上所说的，
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四句常常记在心上，布施的时候很管用，什么都能施。啊，最爱的、最喜欢的都可以施。为什么？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真正能得到，永远属于你的，那可以说说得过去。假的，包括身体都得不到啊！修行人教下学的是直观的，天台是直观，华严五指六观。啊，直观就是看破放下，观是看破，知是放下。啊，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自信有没有？有，真的不生不灭。那它是真的，永远不会变化。那它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片光明，在哪里？无所不在，无处不在，为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我们相信他这句话，自性是真的啊。不生不灭，本自清净，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你能不能抓得到它？抓不到。六根圆不到，六根没离开它，它是六根、六尘、六识的本体。啊，那么它变的现象，现象是假的。刹那生灭，说刹那的时间很长了。啊，现在我们看了弥勒菩萨的报告。啊，用现在的方法计算出来，一切万法住世时间多长？实际上它是2240兆分之1秒，换一句话是一秒钟它已经生灭2240兆次。你说哪一次是自己？哪一次是你能够拥有的？不可能。不但我们不可能，诸佛菩萨也不可能。八地以上把这个事情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有没有能把这个东西掌握住？掌握不住。常作如是观，你就能放下，你就能舍得。啊，舍得跟戒定慧相应，该善给这个善护身口意相应。放下不难，看破很难呐。看破是智慧，真是智慧。从戒定慧里面流露出来。
啊，众生的烦恼习气是从阿赖耶里头流露出来，不一样啊。阿赖耶是习气种子，那种子起现行，现行变成种子，那个速度也是2240兆分之1秒，没有例外的。那所以海贤老和尚说得好，简单明了，常常劝人，凡是见人的时候都会给他一句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这句话好啊，全是假的。那我们这个题，这个课题上，这一段是无住身心。首先这一段是叫你无住，你看后面这一段就生心了，六度化众就生心了啊，无住当中生心，生心时候就是无住，这就是菩萨。凡夫啊，无住就不能生心，生心就不能无住，只能管一个不能管两个。菩萨有本事无住跟身心融成一体啊，修六度万恨，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心里面没放在心上，这个无住就是不放在心上，把所做的东西都不放在心上。好啊，干净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那坐跟不坐又化成等号了。啊，利益众生的事情要做，做完了什么，心里都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阿赖耶里头不落些种子，那就是化身菩萨了，全教菩萨做不到，没转世成智，语言粗度以上转世成智了啊，那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境界。啊，下面这一段六度化众，教化众生，感化众生，就是用这六个方法，不必再求多，这个方法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都用这个方法。这是六个科目，每个科目里面包罗万象。那我们把经文念一段：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行教化安利众生，住于无上真正之道。那佛教真正可以救人啊，个人的身心可以救家庭，可以救社会，
可以救国家，可以救全世界，用什么？这一条就够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于布施下面接着说的是持戒、忍辱、无度啊，因为诸度先以无著为本。那不执着，不执着就是无助啊。修这六桩事，做得非常认真了、做得圆满了、不放在心上就是无助，就是不执着。执着怎么样？执着就变成福德，来生人天福报。不执着是功德，来生就做菩萨了，不是普通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大菩萨。那我们是愿意求明心见性，还是愿意享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不离开执着，我做了多少多少好事，啊，袁了凡先生每一天写功过歌，哪些事情做错了，哪些事情是好事，通通记载，天天比较，啊，善比恶多，啊，恶少善多，这是对初学。啊，对真正发大菩提心的不是这个，善恶两边都不住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心上没有念头，无住为本的。啊，我们修净宗的时候，心上只准许一尊阿弥陀佛，比其他法门容易，其他法门什么都不能住，难修啊。啊，净宗的妙处就是用一法代替一切法，这一句名号。啊，只要名号，二六十中不曾丢失，功夫就成片了。啊，功夫成片，真心切愿就保证得生。这个法门多简单，多容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那经上所说的真的不是假的，四十八愿第十二愿定成正觉，到西方就是决定成佛，正觉就是成佛，而且快速啊，不比三大圣七劫。我们干什么都回向求生净土，
这就对了。是世界金刚经的宗旨，原理思想，修一切善法，故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在金刚经上说的。金刚经前半部立思想，后半部立世界。啊，都要从思想下手。然后熟了思想破了，世间自然现前了。不但思想没有了，思想那个念头都没有。啊，前半段声闻缘觉的境界，后半段是菩萨。那么这六度，那菩萨究竟自他坚立之大心，能到涅槃彼岸呢？菩萨自行此法，也以此法教导利益众生，啊，自信深信呐、啊。释迦牟尼佛在世，实现的是应化身，应身。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住世80年。啊，八相成道，给我们做榜样啊！生在帝王家，啊，世间人所祈求的功名富贵呀！啊，他一出生，垂手而得。样样得到啊！啊，得到怎么样？放下，交给我，能舍，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通通能舍。19岁舍了，给我们表演的。啊，19岁懂事了。成年了，啊，出家去了，过苦行僧的生活，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啊，过这种生活。啊，到处去参学，去拜访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统统亲近过。这种生活过了12年，到30岁。知道不究竟，啊，为什么亲近许多这些宗教学派，最高的能到四空天，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大多数欲界天跟色界天，啊，所有宗教这些修行
大概都是以色界天为主，修禅定啊，四禅八定啊，啊，那么知道这什么？事先告诉人，这个东西不究竟，舍弃了，到菩提树下入定，毗婆罗树啊，在这个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谢谢。啊，这一见性，一切通达明了了。啊，就是那慧能大师所说的第三句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是自性本有的。啊，心外之求求不到，心外能求知识，不能求智慧。啊，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等等，向好。啊。把这个一切万法分为这三大类啊，智慧、德行、相好，三大类全包了，自信通通去除啊。所以我们要相信中国古人所谓的无师自通，要相信这句话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释迦牟尼佛是自通的，开悟之后30岁到鹿野园，把了5个陪伴他的人找回来，给他们说法，乔成儒就证阿罗汉果啊，第一个开悟的啊，以后没多久这4个通通证阿罗汉，三宝具足啊。他所说的这法跟谁学的？往后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没人教他，全都是自己通了啊，弟子们学他的都学一样两样啊，那是表法表给我们看的，老师是无师自通的啊。所以我这些年来跟很多宗教往来，我把这个道理讲给他们听，他们都相信啊，相信到最后呢，现在就神是一个，众神一体。啊，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无师自通啊，他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你看他说出一部《古兰经》，他不认识字，跟我们能大师一样。那写出来是旁人给他写的，他说叫无师自通嘛。那我们在想耶稣，耶稣跟谁学的？摩西跟谁学的？啊，他们当年在世教化众生，跟佛陀在印度示现没两样啊。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咱们中国往古代去，三皇五帝，文武周公啊，尧舜禹汤，孔子孟子，都是大彻大悟啊。
你把四书打开来看看，那跟佛大乘经没有两样啊。那用佛法可以解释经典，用经典可以解释四书五经，一通啊，一切都通了。啊，还有障碍，那是没通啊。通了哪有障碍？一切法不离自性，自性是一切法的本体，只要见了性了，哪有不通的道理？啊，于是我们就知道了，从印度传来的这种教学的理念方法，佛教传来的戒定慧三学啊，中国的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所以这些大儒都学佛，用佛经来解儒家的经典，把儒家经典提升了。啊，大学，你看开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啊，这一句就同摄全经啊，全经是细说注解解释这些。啊，明德就是本性。啊，明明德这个意思跟佛法讲的，明德不明了，不明就是迷惑了，就是无始无明烦恼啊！啊，现在要怎样？要把它恢复光明。所以明明德第一个名字是动词，第二个是名词。明德不明了，现在我来恢复明德。啊，怎么恢复？啊，恢复的目的何在？目的是清明。就跟佛陀出世，目的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清明也这个意思。啊，终极的目标止于至善，要做到尽善尽美，啊，那就是佛家讲的止于至善，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离究竟苦就是决定要脱离六道轮回。不离开六道轮回，那个苦是受不完的，一定要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啊，得究竟乐呢，那就是极乐世界啊，你能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教化众生要圆满了，叫止于至善了。你看用这个解释，用佛法来解释讲得通啊，把儒家东西提升到佛法了，提升了。啊，所以圆人说教无法不圆呢，它圆通嘛。啊，下面拔木跟佛法讲的修行直趣完全相同。啊，学佛从哪里开头？从放下。就像经上所说的，
所有过程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住，这是什么？格物，这就是欲望啊，物欲啊，格是什么？格斗，要把欲望打败啊，统统放下啊，这个你放下之后，智慧就现了，就知智啊，智慧是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就是这种障碍了。这个障碍的去掉，智慧就现前了。啊，这边用什么东西放下呢？用戒律。戒律就是对付这些的。啊，三昧就开智慧了。啊，心地清净，心地平等，清净平等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妄想分别执着生烦恼，不生智慧。啊，所以你慢慢细心去观察的时候，整个世界，无论在学术圣贤的学术，啊，跟这个宗教都能够贯通，没有矛盾，没有对立，没有冲突。啊，那些冲突对立都是人不通，执着这个经教，这经教不能执着。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是众生教化众生的手段了。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手段，这个要知道。啊，那个手段是用完了，下一次遇到的时候要另换方法，不是一个方法可以做到底的。啊，方法是活活不活的。啊，你说的真的不是真的。把病治好了就真的，病治好了药就不要了，那叫无助啊！如果药还要保留的，还会生病啊，就又生病了啊！必须要把它卸掉。所以，这六个科目，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是菩萨自他建立的大心。啊，菩萨为我们众生表演的，就是表演这六种。啊，众生吝啬，菩萨不吝啬。啊，众生作恶，菩萨持戒不作恶。众生狂妄自大，菩萨能忍辱。众生懈怠，菩萨精进。众生心地散乱，菩萨禅定。啊，众生生烦恼，菩萨生智慧。智慧从哪来的？从布施来的，从持戒来的，从忍辱来的，从精进来的，从禅定来的。啊，他这六桩事情，自行化他。啊，他自己教别人这六个科目，这六个科目他做得很圆满，大家相信他，不会怀疑他。如果他教别人做，自己没有做到，别人就不会相信了。啊，所以这是教导利益众生，教化安利众生。啊，教导
论教化案例，一个在因上，一个在果上。啊，开头是教化利益众生，久而久之，自自然然就教化安利众生啊，众生都学会了，都能够依教奉行，都达到菩萨教学的目的啊，那就是破迷开悟，他不再迷惑了，他开悟了啊，破迷开悟，他自然修菩萨行。啊，他住在这个世界，无论时间长短，干什么，就这六桩事情。运用的非常活泼。啊，又单独用一课的。有两颗合起来的，有三颗合起来的，有六个科目通通融合在一起的。啊，引导众生啊，你看会书里都说得好，一道受他为教啊，转恶成善为化了，这教化两个字的意思啊，道是道理，是方法啊，真正转恶成善，破迷开悟了，引导众生安住正道，建立大心，发大菩提心啊，这叫安立。那今天的社会问题，许许多多人关心，这个方法就提供给我们了啊，从哪里做起？不要灰心，要从自己做起，不从自己做起，研究这些方法交给别人，没人相信，到最后你还是失败。那我只从自己做起，不要问别人，这就对了。那做到能感化人的时候，效果就出现了。别人看到我们自己学习有成就啊，成就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日常生活表现在法喜充满啊。早年我住在美国，有一段时间住在旧金山，我们住在乡下小镇啊，这个小镇环境非常好，那我们在那买了个小房子啊，跟韩馆长的房子住对门一条街上，我们常常往来啊，欢欢喜喜，要发喜充满。我的邻居看到我们看了几个月，有一天敲门来问我，你们是干哪个行业？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问这个问题。哦，我说我们是学佛的啊，
学这个净土宗的。啊，他说净土宗是什么？我说净土宗学心清净，他说这个我也要。啊，净土宗讲快乐，极乐世界。啊，这个我们也要。啊，将来往生净土，他听了很欢喜。啊，他看到我，看到我们在日常中见到都是欢喜，从来没有愁眉苦脸。啊，讲我们给他讲清净快乐。啊，然后就告诉他，你既然喜欢，你要你们的朋友，他们都是基督徒，你们星期天上教堂，你们星期六到我们佛堂，啊，我们给你开课，啊，我们叫什么？叫欢喜，叫清净，啊，叫身心健康。啊，那些佛学名词咱们不谈，那个不好懂。啊，然后告诉他，佛教是教育，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跟你们信教不冲突。你看，你们跟上帝，上帝天父，你们是父子关系，我们跟老师是师生关系，没冲突。啊，我相信啊，你们能够学佛，你们的上帝一定很欢喜，啊，一定会常常，你看我这个儿子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啊，一定是很欢喜的。我们在美国有一段时间，啊，帮助他们，他们也有十几个人，啊，常常到我们的净宗学会来走动，啊，时间久了，他看到了，啊，他就真的想学，这叫安利。盖大师以六度教导，于摄受众生。时之转卧成善，发起大心，安住正道。此道非是小道，盖为无上真正之道。啊，大道要从小处去戒引众生。啊，让他有兴趣，啊，不能让宗教对立，不能让族群对立，啊，我们告诉他，我们都是一家人，他们自私自利，我们非常大方，啊，常常有礼物送给他，送久了，哎，他也会买礼物送我们。啊，我们送给他的多啊，他送给我们的少啊，这慢慢来啊，慢慢感化。啊，这些都在经典上可以学得到的。啊，佛法是大道。啊，开头点点滴滴去戒引众生，要恒顺众生，要随喜功德。啊，不能批评。啊，批评他不能接受，他可能跟你对立。啊，要尊重他。你看我跟他们团结宗教的时候，跟很多宗教往来。啊，这些人在宗教里都有很深的、很大的影响力。
啊，他们常常问我，释迦牟尼佛既不是神，啊，那他是干什么？啊，也会问我一个问题，那你们佛教讲人死了以后，最后的审判，这怎么解决呢？他们相信最后审判。我说最后审判是上帝的事情，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事。释迦牟尼佛专管教育，啊，教学这桩事情他管，好像他是管教育部的，那个是司法部的，那是属于上帝的。他们很高兴，上帝有权。这样就很好处啊！啊，我们还是一家人呢。无上是无有更能胜过之者，这个道是无上道，再上去没有了。再上什么？就是明心见性，是无上。啊，见性之后就没有再无上的。啊，只要见性，你才真正知道，智慧的能向好，通通是自信现的，自信所生所现。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啊，自信所现这一切法。这一切法跟自性不能脱离啊，就跟我们现在看的屏幕一样，电视屏幕啊，摄像跟屏幕是一体啊，摄像跟屏幕是两桩事情，互相不妨碍啊，摄像一定要借助屏幕，它才能显像，没有屏幕，它显不示不出来。那屏幕在哪里？屏幕就在摄像当中，摄像就是屏幕，屏幕就是摄像。那不急不离。啊，屏幕是真的，永恒不变，摄像刹那刹那在生灭。啊，电视现在大家知道，一秒钟一百次，画面生灭是一百次，百分之一秒，我们看不出啊，它是假的。啊，那么自性，自性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就是没有念头，也没有自然现象，三种现象都没有，但是三种现象都能够变现。这个要知道啊，知道怎么样呢？才晓得。色相是假的啊，高频率当中产生，自性是空的，自性不能是假，自性空就是它没有现象啊，自然现象没有啊，起心动念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所以不可得啊，真正到不可得了，你全得到了，明心见性的全得到了啊！海贤老和尚凭着一句佛号，我估计他念20年，真的啊！真的之后，那个境界跟慧能大师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
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是同一个阶层，同一个境界啊，这是他不肯说，这是老师教他的。20岁，老师就看出来了，老师不是凡夫，凡人做不到啊。对他认识，知道他有成就啊，啊，告诉他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又说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明白了什么呢？理一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环境不一样啊，环境不容许你说。你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你说的这些大道理，人家说你着了魔了。啊，你是妖魔鬼怪附体了。啊，不承认你，所以不可以说。啊，现在他走了，我们说没有关系了。他要在，我们也不能随便说，说替他找麻烦。净土轮住。贪乱法师的啊，无上者也，此道穷理尽性，更无过者。穷是穷究，追根到底，这个道就是自性，就是真如。中国人讲本性，本性本善，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那个善是赞美，实在找不到言辞来赞叹啊，用一个善字，就太好太好了，就这个意思。啊，再没有比他更好了。啊，穷理尽性。啊，心就是本性，理是天地万物之理。啊，有个道理，有事嘛，当然有理。有理才有事，啊，理事是一体的两面，啊，没有超过的。佛是把这个东西找到了，找到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有，啊，这个是平等的，啊，所以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你迷失了自信，才变成这样的。所以佛来帮助你觉悟啊，是你自己觉悟啊，不是佛觉悟啊。觉悟与佛没有关系，是你自己。啊，佛首先教我们放下妄语，啊，把这些障碍统统撤掉，让自信恢复，醒悟过来。啊，静心，这个静字用得好。啊，哪些人见性了，没有到见性？啊，见性，《华严经》上
原教初住菩萨就见性了，破一品无明，见一分正性，三十报庄严土。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庄严土，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那极乐世界就是十报庄严土啊，四土三倍九品，但是这个世上是有啊，极乐世界有界界，但是怎么样？虽然有界界，待遇是平等的啊，纵然是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是法身大士啊，所以他那个地方居住的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么方便土、同居土啊，虽然没有明心见性啊，他们是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威神的加持，享受阿惟越致菩萨的待遇啊，也就是说同居土即使是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致待遇啊，那就是说智慧、神通、道力、德能、相好，都跟阿惟越致菩萨平等。啊，一直到穷离尽性，穷离尽性是无上菩提啊，这个是什么？这是妙觉位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居十报土，那是原教初住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四十一个位置啊，那么净性的是第再上去一层了啊，妙觉如来，这就没再没有超过他的了，他是最高的了。他住哪里？常寂光净土啊，他离开十报土，融入常寂光啊，这就是穷离尽性啊。入常寂光之后，没有声相，常寂光就是他的相，这个光明遍照，那永远不会退转，妙用无穷啊！众生有感，常寂光就有应啊！我们在此地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切的一切没有离开常寂光了，我们看不到常寂光，常寂光看到我们了。所以你要晓得，阿弥陀佛天天看到我们，
一秒钟也没空过。别说一秒，像弥勒菩萨所说的，2240兆分之1秒，他也没有放过。他对我们很清楚啊，我们点点滴滴他都知道啊。到必要的时候，他给我们一点信息。譬如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心愿成就了，真心切愿，没有丝毫怀疑，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念，他就会现身。阿弥陀佛就现身了，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极乐世界那一边已经注册了，有你的名字。告诉你寿命还有多长，到时候佛来接引你，你听得很安慰啊。佛没有白念的，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有人在这个时候，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我现在跟你走，我对这个世界没牵挂了，我现在跟你走。大多数佛一定会同意，跟你约定3天，1个星期。这干什么呢？让你有时间通知你的亲戚朋友，让他来助念，让他亲自看到念佛人走得这么自在。海鲜老和尚跟我们说过多少次，他是多少次的见佛，都要求佛带他去，佛不带他，佛劝他，你修得很好，表法表得很好，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好榜样，给念佛求往生的人做好榜样。他真做到了。在我们想象当中，肯定阿弥陀会告诉他，你什么时候遇到一本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生，佛就来接引你往生。他在2013年1月有几个信徒带着这个书到山上，他也看到有人带书，他就问你们带的什么书，别人把书名也告诉他，欢喜，那个欢喜的样子，许多人说老和尚从来没有这么欢喜过，好像盼望着得到宝贝，盼望多少年，这宝贝终于到手了。用这个来形容他。你看，马上穿袍大衣，最心爱的一件袈裟穿上之后，拿着书请大家给他照相。这也是头一次，一生当中老和尚从来没有主动叫别人给他照相，没有过，就这么一次。3天他就走了。没有生病啊。不要人助念了。他告诉他，助念不牢靠。我自己念佛走啊。我何必要人，只要人帮助。一切正常，说走就走。
啊，做榜样给我们看。啊，这个表法的意义很深，告诉我们的信息，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他见过好多次，阿弥陀佛真有，跟阿弥陀佛很熟悉，我相信他跟阿弥陀佛见面，我估计十次以上，92年的，啊，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啊，对我们的帮助就太大了。我们这些年，净宗依照慧济文修行的人遭难了。啊，多少人批评、回报。啊，确实有少数人受影响。啊，不敢学了，赶快换别的本子。啊，他来给我们做证明。证明下联句老居士所会的经是真经。里面每一个字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会集经开这个例子很早。汉朝时候就有，啊，翻译经的时候就有这种，那个时候叫合经，几部经汇合在一起，合经就有，怎么能说不可以呢？哪有这种道理？啊，但是合经是可以，不能改动文字。啊，改文字这是忌讳的，绝对禁止。因为你要改，别人也会改。过个几百年之后，改的地方很多，那就无所适从。啊，所以决定不能改字。啊，那么过去王龙书的文字、魏墨生的文字都改动了，都改动几个字。啊，改的没错，改的很好，但是这个犯规矩，不可以这样做法。下联句老居士3年把经汇集起来了，经过10次的修订，啊，细细检查。没有改动一个字，所以真经呢，不是假的。啊，第二，证明黄念老的注解正知真见。啊，他的注解没有用自己的，他是记住。你看注解这一段的文字从哪里来，他都标得很清楚。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一共是193种这些资料来汇集注解，正知正见，无话可说。第三个为我们证明，我们这个17年将近20年依照这个本子修行，依照这个本子学习没有错误。
啊，所以他要等这部书出来，给这部书给我们作证呢。啊，这部书弘云法师写的，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收集许许多多资料，好多资料我自己都忘掉了。那替我们辨别啊，替我们解释了，有根有据，解释得很详细，大家没话说了啊。所以夏老的这部经国家宗教局翻印净土五经汇典本里的无量寿经，就是用汇集本啊，这个就是给大家说了，国家承认的啊，非常难得啊，所以我们敬宗信心最重要啊，没有信心就不能往生。真正有信心，真正有愿心，想往生极乐世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啊，有留念又想去，这是脚踩两只船，不牢靠啊，要真正相信，真正发愿求生，这个世界一切放下条件就去做了啊，念佛功夫前身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啊，往生条件就是心愿，真的有心有愿，这是往生条件啊。所以念佛功夫的前身，到极乐世界插班，你插哪个班啊？如果真念到功夫成片了，一生方便有余土，不是同居土，品位高了啊，功夫成片大概是方便图下三辈啊，那么得到四意心不乱是方便图上三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品位高下了。如果念到理业心不乱，生十宝图啊，这个是真有其事啊，但是不要紧。早年间，莲池大师在世啊，藕益大师在世，这两位大师都是我们心目当中非常敬仰的啊。我记得好像有人问过藕益大师，你往生极乐世界生到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足了？他的回答是，我只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这个用心好啊，不增品位啊，那什么
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学校，阿弥陀佛办的学校，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我从小学一年级念起，我就喜欢了。欧耶大师给我信息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呢？无量寿啊，有的是寿命啊。那么从小一年级扎根的，这多好啊！有长时间亲近阿弥陀佛啊，不要争品位呀、啊，要争着赶快往生了、啊，这个重要。啊，这是说明往生极乐世界信愿是大事，念佛是小事。念佛临命终时十句佛号都能往生，这十八愿嘛，平常不念佛的啊。还有一个说法，平常是念啊，早晨起来念十声佛号，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声佛号啊，早晚都不忘记阿弥陀佛。但是最重要的是佛号不能丢失啊，那是决定往生，往生的品位高啊。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农夫出身呐、啊，二十年佛号不丢失，他就能够念到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得大成就啊！我们看到形象，没有看到他的根本呢、啊？啊，说不定都是西方极乐世界菩萨再来的。啊，观音、释迦，我们这个经前面列的十六正寺，都在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都是真等觉菩萨。啊，说不定是这些菩萨化身而来帮助我们。我们遇到灾难，遇到困难，他们来帮助我们解决，坚定信心，无量功德。又华严大疏钞第十三卷，清凉大师的啊，这里面说的，无有能过者，故号为无上啊，解释无上这两个字啊，真者真实，无迷无妄啊，凡夫不是迷就是妄。迷是迷失自信，妄是妄想妄念。那真与理无差越真，理是标准的，理是真理，理就是自信，无邪无曲也叫真啊，没有偏，没有邪啊，这也是真的意思。又禅门解正法严藏中的正字啊，这个正字的标准，正者是佛心者的名，此心彻见正法，古云正法言，
啊，也有人把这个后面加一个字，正法严藏，意思都相同，正法严藏。啊，佛心这得名，佛的心是什么？我们的真心就是佛心。我们今天所用的是妄心，不是用真心。啊，妄心是众生心，六道轮回心。这讲得明白一点。啊，佛心是做佛的心，佛心是什么？什么是佛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那个心就是佛心。起心动念是迷，是偏，是邪。啊，所以给你讲最简单的修行方法。你要想成佛，啊，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看清楚听清楚，是自性般若智慧。心怎么样呢？如如不动，没有起心动念是佛。菩萨降一等，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菩萨见色闻声，不分别不执着。啊，我们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起心动念是根本无明。啊，分别是尘沙无明。执着是见思无明。所以六道里头翻不了身了，出不去啊。啊，阿罗汉能出去了。阿罗汉则断烦恼，就是见色闻声，他有起心动念，他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完全放下了。阿罗汉真放得下。啊，所以他能脱离六道轮回。不再造轮回业了。执着是轮回业。啊，不造轮回业了。你看你修行多简单。与谁都不相干。完全在自己。啊，你真能这么做就自觉了。啊，佛菩萨千经万论叫什么？就叫这。啊，我们明白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总要知道。我们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希望比去年轻一点，比上个月轻一点，比昨天轻一点，好啊，就有进步啊！啊，如果还是这么严重，还是这么固执，今天一天白过了。啊，纵然是念佛，佛号不曾丢失，也不起作用。为什么？烦恼习气太重。这佛号虽然是一天没有丢失，敌不过烦恼。
就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人事上，人上看顺眼的喜欢了，看不顺眼的讨厌了。啊，这个麻烦在哪里了？跟众生结怨了，不知不觉就结怨了。这个怨要不离开六道轮回，不能往生，来世还会遇到，遇到什么呀？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你说你冤不冤枉？他造业是他的事情啊，他能接受劝告，我们劝告他。他不能就随他去吧，啊，见了面还是笑面迎人，欢欢喜喜，这就对了，啊，像海鲜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怨恨过任何人，啊，都是欢欢喜喜，笑面迎人。啊，没有看到老和尚发过脾气，没看到老和尚给谁红过脸，这是老和尚的功夫啊，这功夫得力了。啊，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再加上慢疑。贪嗔痴慢疑，五毒啊！希望我们这句佛号，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能把这五毒化解。啊，他有，我没有，我化解了。啊，贪图魔鬼道的瘾，嗔恚脾气大，地狱的瘾，愚痴畜生，啊，傲慢是修罗火，那是有福报的，啊，没有修福就在地狱。啊，怀疑也很可怕，没有信心，感得山崩地裂，现在很多地方大地突然一块下去了，怀疑那个地区的疑心很重啊，山现在讲土石流啊，山倒下来了，没有自然灾害，都是人的业力感召。我们相信佛这个话啊，人心好，人心有转变，灾难就轻了啊，大的转变灾难就没有了。我们从国外听到很多人说，这个灾难是全球性的，不能避免。那中国呢？中国比外国轻，为什么？习近平主席在带头断恶修善。啊，带头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再恢复下来，只要有这个念头，这一个国家灾难就轻。
啊，真正能做到，这地球没灾难了。啊，众生不再造恶业了，啊，贪嗔痴慢疑都断掉了，他怎么会有灾难？啊，佛经上告诉我们，贪感的是水灾，它跟水相应，尘灰火灾，火山爆发。啊，气候反常。啊，多少地方听说40度以上，这个火，这是有火啊。愚痴风灾，常常看到外国的龙卷风，那个损失很惨重啊。啊，傲慢干的是地震。所以怀疑山崩地裂，佛法是人心所感啊，大自然是最美好的，是最健康的，怎么会有灾难啊？人要相信因果善因善报，恶因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啊，下面解释个"道"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能通为一，道是道路啊，成佛之道是通往成佛的一条道路。居舍论25说，道义运火为涅槃路，成此能往涅槃成故，涅槃是比喻，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不生不灭，叫涅槃呢。什么不生不灭？自性不生不灭，除自性之外，全是生灭法。啊，只有自性。不生不灭，所以佛法这个道路就是帮助我们回归自性，明心见性啊。心是阿赖耶，阿赖迷了，如果觉悟了，阿赖耶就是自性。这个阿赖耶就是自性带着迷变现出来的妄心。那阿赖耶有多大？跟自性一样大，没有边际呀。那迷悟啊。迷了叫阿赖耶，悟了叫自性。啊，明心见性，能往涅槃城。涅槃城在净土中，就是常寂光净土。啊，往生极乐世界最高的境界就是回归常寂光。又华严大疏第18卷说，通知佛果明月道啊，这个佛道就是你用这个方法
帮助你成佛。啊，第二个意思，二者，涅槃之体，排除诸障，无碍自在，谓之道。这第二个意思，涅槃之体，相用，佛家讲体相用，体是离体，啊，相用呢是从体起用。离就是经中讲的常寂光，那儒家大学里面所讲的明德，这都是从体上说的。啊，中国古人常讲本性本善都是从体上讲的。啊，他没有障碍，无碍自在啊。啊，真正得大自在啊。这叫道，虽然无这个无碍自在，自在能现一切相，啊，遇到缘它起作用，虽起作用，像《金刚经》上说的，永远是无住身心，身心无住，这个要知道啊，那就是他永远自在。那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六道轮回，今天这个地球上的这么混浊，从哪里出现的？从常寂光出现的，体是常寂光，常寂光能随一切众生的心愿，你想什么它就现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的能量，无量的相好啊，从极乐世界到阿鼻地狱，它统统能现啊，真的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无碍自在啊，啊，这是道啊，涅槃无明论，这上面说的，夫涅槃之谓道，寂寥虚旷，不可形容啊，不可以形明的微妙无相。不可以有心知啊，微妙无相，不可以，这两句话不可以显明的，没有办法说出来，
无法形容，它真能起作用。啊，这个话，这一段话，就是六祖大师所说的幕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虽生万法，不可以行明德，你得不到他。他的形状，他的名字，得不到。啊，微妙无相呢，不可以有心知，他不现象的时候，啊，不起这个作用的时候，微妙无相，一片光明，啊，《大乘经》上称之为“大光明藏”，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大光明藏”。啊，能不能想呢？想不出来。你的思想第六意识范围很窄小，包不过它，它太大了。啊，这个就是不可得了，无所有不可得，无所有不可得，叫做放下。不但放下，想都不能想，这叫无住圣心。啊，真正无住，应缘现象是他圣心。啊，他虽然生心，那个心里头没有念头。如果以为心里头有个念头，那就错了，是自然的。啊，经常有比喻，好比我们击鼓，啊，我们切锤鼓锤下去，鼓的声音响，鼓声音它有没有念头？哎呀，你敲我，我要想一下，没有。啊，敲钟也如是，啊，自信现象也如是，他没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是妄心，阿赖耶起心动念。啊，自信不起心不动念。我们的修学最大的难关就是阿赖耶的障碍，起心动念。啊，什么时候念到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恭喜你，你见性。啊，到不起心不动念就见性。啊，不起心不动念是大定，是什么？自性本定。慧能大师的第四句：“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自信没动过，没有摇晃过，本定。所以，要求定，才能够入得了这个门。那么换一句话说，八万四千法门，是在讲呢。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都在修禅定，念佛的方法也是在修禅定。读经的方法也是在修禅定。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啊，佛菩萨祖师教我们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一部经不要改，就这一部经天天念，
念上几百遍、几千遍、几万遍，豁然开悟。啊，不要想经的意思，只要字没念错，句子没念漏掉就行了。啊，念到会背，那是自然的，那是副作用。不，目的不是叫你背诵的，目的是叫你得定。啊，得定说心里头没有妄念，没有杂念，就这个意思。啊，把杂念妄想的时候念掉，豁然开悟，就起作用。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在修禅定啊！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了20年得定啊，得定才开悟啊！啊，叫念佛三昧。我们念华严经叫华严三昧，念法华经叫法华三昧。啊，目的是在三昧，三昧的定，定到一定的程度，不定碰到什么缘，豁然开悟，目的达到了。啊，我们是什么根性，用什么方法，对了根性容易修，容易成就。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